朋友们好，今天随便吃点，自己家炖的这个红烧肉。脆皮肠，米粉特别香。我觉得米粉比肉都香，我们家的手工米粉。太香了，朋友们！自家养的小冰激凌啊，先来个腿儿。太香了，这回用的鱼黄膜，拌点这个香辣牛肉酱米饭。
太香了，蒜泥五花肉，一点也不腻。过满蒜泥。